OK， 好，大家好，我是 Takeshi。 那我就是，这一次 CCon 提供一个很简便，就是可能功能不是太完善，然后还被一直打掉的那个座位表。然后这个讲题叫快导座位表，那事实上其实已经被打掉了，然后那个一直在 reboot， 然后就把它重新开起来。那这个是去年座位表，那其实是各大研讨会都有一个座位表的一个算是一个文化，然后大家都会签座位表，然后都知道互相坐在哪里，然后你也可以知道说你坐在你左前方的正妹是谁。然后或者说有人膝下带着你来这边的时候，你要知道他那个谁坐在哪里这样子。好，那我想说那个座位表的话，那东举大可的话，有几个缺点，就是说，例如说你要知道说你安排坐哪里啊，然后每次要对那个位置都很麻烦，所以我想说来做一个座位表好了。那技术的话，因为我个人就是最近有在学 Node.js， 然后加上 Express.js， 然后 Database 原本是用 Redis 这一套Database， 应该说它是 KeyDB 的储存系统，然后把它后来改成 MongoDB， 然后再的话，因为我想要说有和人有互动的关系，然后就会加一个 WebSocket， 然后去听 IRC 上面，所以等下会讲，然后还有加上WebSocket 有一些其他的作用，那透过 CSS3 去有一些像一些特殊的效果出来，然后座位的部分的话，有分几种，第一个是有人做的，然后再来是有图案。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没有人做的，最后一个是比较特殊的，就是会黑掉这种。好，那黑掉等一下我会讲。那 IRC 的部分的话，我是用一个 CCon 的 bar， 所以大家应该会看到一个 CCon bar 和 bar 一。那因为我等一下也会讲为什么会有一个 bar 一，那会透过一个 WebSocket 然后传给各位，然后就可以大家看到说有人在那个 IRC 上面发言的时候会跳出一个东西出来。公告系统的话，我等一下就会 live demo 的给大家看，希望时间够。好，那就是透过我这个 web 的一个管理界面，然后用 post 给 server 再透过这个 WebSocket 给大家。其实应该可能有些人已经看到了，就是有看到我在那弄一些 test， 就会看到那个跑出来。好，那作为 icon 的话是使用 Gravatar， 就是它是用一个email hash 去记录一个图片，然后去直接去连。那我们 CCon 的官网也是用这一个东西去对应到图片的。XSS 的方面的话，有一个东西叫 Node XSS， 是它一个会把 XSS 的一些资源 extract 掉。那其实输入密码之后就可以 XSS 的话，那其实这不是 bug， 这是一个 feature。那密码的话就慢慢猜就好了。好，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CCon， 因为和 CCon 只差一个字，它不等于 CCon。那其实某一位很出名的知名骇客说，骇客思维就是不一样嘛，所以思维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把不等于看成大约等于。好，所以我会被攻击的发射一次，然后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og 一直在跳，一直在跳。然后主机的话原本是 D 周选五块钱那种一个月，然后因为一直被打，然后就只能就换成80块的比较贵一点才行。好，然后在黑名单不等黑名单，黑名单是刚那个会冒出黑色，黑名单是直接把 bug 掉。然后稍微打那部分的话，然后接着狂修 bug， 然后修到快酷了，然后最后就翻桌就不懵了。好，就发给两吉亚局长，谢谢大家。网址不用记了，我直接透过公告系统直接送给大家了。那个应该有些人被转走。